下一阶段，三名供电公司将在省电力公司的指导下，深化电力基础资源的商业共享运作，探索 5G 在电网运维的典型应用场景，充分应用 5G 的技术优势，创造电网运维的 5G 应用新时代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